通信基站有辐射， 5G 基站辐射更大，专家还没有你手机大。 5G 基站在建筑的过程中，大家关心的就是辐射问题。湖南长沙一小区业主担心楼顶的16个 4G 基站有辐射而要求拆除，三大运营商协商无果后同时拆除了基站设备，小区内上网和通讯因此出现了信号只有 3G 和电话打不通的问题。两个月后，业主因信号不好联名要求三大运营商在小区内安装 5G 基站。那么基站真的有辐射吗？